Hello， 大家好，我是 VTY 战队的小小，我是初夏，我是解说烤鸭，我是退役两年的职业选手，现在的专业解说怪咖。皆さん、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ライブ人格日本公式キャスターの剣松です。My name is Eli O, and I am an Identity 5 English commentator. 我特别想了解的话就是 Naoya， 大家给我也取了个名字叫 Kaoya。如果说碰到日本赛区的解说 Celia 的话，希望他可以给我们表演一个科目三。如果 Celia 也想认识我的话，下面就是我的一个联系方式，请速速扣我。一言で表した時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圧倒的プレイスキルの高さ。我觉得一个字吧，强。力という部分で、一言で表していただけたらな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我们战队无敌。我们准备战术特别多，就是你能想到的我们也有，想不到的也有。いらないんですよね。如果你们碰到我上场的话，就要小心一点了。最初のにも言った通り、やっぱ力で押し切っちゃうんで、やっぱそのなんか気さくでなんかちょっとひねってとかじゃなくても。And we're prepared to beat your survivors, and our survivors will get 4 escapes against your hunters. So you better watch out. We're coming for you. 监管那边基本上把所有监管都练了一遍，啊，就是你做 BP 怎么防都防不住了。まあやっぱ僕らって、まあ前回チャンピオンなんですよね。日本が勝ったんで、まあどっかと戦いたい戦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よりやっぱかかってこ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すかね。最不想遇到的肯定就同事嘛，那同事之间相爱相杀是吧？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残忍一点的。大家太熟了，就是把他们打得太狠，就不太好意思。不要哭了哦，不要打哭了哦。最高的目标的话，就是给大家都剃个光头吧。目标那当然是冠军了。那我们美美的拿个冠军就回家了。走一步是一步，主打的是一个重在参与。ところで言うとやっぱり、まあ連覇。Our goal in this tournament is definitely to win the championships. っていうところだけを、まあ注目して参加しに来たので、まあ僕らのチーム名としてもそこに由来しています。可以来一个强强对决了。准备接受 RC 中国编外教练的挑战吧。そのなんか気さくでなんかちょっとひねってとかじゃなくて、もうすっとまっすぐでね勝とうと思います。はい。希望他们能够加把劲。今日留一面，他日好相见。まあ自分たちの強み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その力を圧倒的に相手に見せつけて勝利す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まあ、我々の強みかなと思います。准备好做一个噩梦吧。Go all the way and gain respect from other regions. Show that we're no pushover and we're here to win this tournament. 萨瓦迪卡，请不要追我迪卡。優勝したら IVL ダンスを踊ります。So we'll definitely have some sort of social media post going out all over after this tournament. 那希望大家来比赛的时候呢，手机也不用充太满电，因为可能用不了多久就要下班了，所以说随便就好喽。如果我们队伍输了，我们的队长将代表我们全队进行女装直播表演。如果我们队赢下比赛的话，那我的微博给大家送上我的一支热舞。After we win this tournament, it's definitely going up on the Instagram. 赢了睡大觉，输了少睡一点。让我的队友们请我吃饭，因为我毕竟是功不可没。I will make sure to make posts about this after this tournament, as well on YouTube, things like that. 准备接受抽象力量的统治吧。And we are again prepared to win this event. 这就是丑皇的时代，我好有信念感，我觉得。So let's have a good match, and we'll see if you can keep up with us. 我们欢迎。